去回看影片收工。先要第一次去拍哈勃望远镜飞过月球，哈勃望远镜零月，然后时间是11:07，现在只剩17分钟，然后我家顶楼就拍得到。今天有点赶，可以看到月亮在那边。好，现在我要拍那个哈勃望远镜飞过月亮零月，然后这个是用1800 mini 拍，然后这用到数位变焦4800 mini 米特，然后等下是11:07，我看一下几秒。速度太快，已经飞过去了。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收工。哦，这是有点太仓促了，根本就是靠运气，就是靠运气。拍完了，这一次拍的有点赶，因为两台相机有点忙不过来，回去再看一下没有拍到，然后就在我家顶楼拍了哈勃望远镜飞过月亮。